满贯呢，这是出了一个极速炮手，极速炮手。等一下，然后因为讲这个绝对不够啊，太少。我先你看一下什么是极速炮手。这满贯改版有新增新角、新增竖屏的游戏。哈，哇靠！原来有这个可以看哦。那还有什么？吼吼，我真的疯掉了，疯掉了！怎么会这么帅啊？极速炮手的造型啊，或者是华丽这样。然后我们这边自动开起来。等一下，最后可以下多少？来，天哪，有够耐玩的。这张就2000哦，真的直接掉2000了。这次更新的这个，哇靠，这是什么自创玩法啊？所以等于是他们自己创的玩法呢？捕鱼衍生过去的，哦，还蛮好赚的，你看，这样直接入袋2000，100赢2000呢，哦，这个怎么这么好啊？